电磁炉维修，香港阵运电器67645053。这个线盘就没问题的 ，OK 的，仲好靓仔。咁我哋会见到佢后边有个传感器同埋温度保险，呢两边呢个呢两边呢块咧，亦都系温度控制同埋温度保险嚟嘅。佢系混合喺线盘里边。OK， 呢个系控制器，电压由呢度。呢度入嚟，双电压输出，混压滤波，跟住再分开电流，呢边一走，呢边一走。而家呢一走，好明显唔使我讲，你都会见到系咩问题啦。放大啲，系好清晰 ，IGBT 桥堆出问题，根本就应该冇问题噶啦。其他部件呢度，呢度炸窿曬。好，講到呢度要開工做嘢啦。唔明嘅話，再打電話過嚟問啦。